好，我们今天来介绍5.11啊，战术 Rush 十二，战术 Rush 十二呢，24公升的战术背包，啊，你应该知道是美国知名的多地迷彩布啊，这是非常昂贵的一种布料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正面 Money 前面的袋子拉链拉开来，小袋子，笔袋。小东西一层两层拉链设计关起来，小挂钩，两边侧小挂钩。好，来看这边啊，双层缝带，这边都有收边加强，做工做得非常好。 OK， 正面一样，双面缝带收边，两个袋子。以这边来讲呢，以侧边来讲大概两根手指头，好，所以你装东西之后，这前面还可以装两根手指头的东西。 OK， 这是前面的小袋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前面的一个算是收纳袋，在这里面。好，不大，两个手掌的宽度左右。重点是这个刺绣明条做工非常的精细，据原厂说它每一针都有特别算那个针数，才能做到这个弯角收边收的这么漂亮。 OK， 好，来看他们的主带，主带的拉链呢在这里，哒啦，这个呢大概有4根手掌的厚度，5根手掌的厚度，差5根手掌，可以看到哈。那很大的空间，一个收纳袋。好，一样双边缝线，收边，还有它的茉莉织带。Okay。 另外一边呢，好，两个网袋，上跟下，可以放一些小东西、衣物，好，非常的多。OK。加强缝线的把手，加强织带，一条织带呢，据说300公斤到600公斤左右，所以非常的强韧。OK， 那这个呢是5.11后面系列出来的安型的背带，哈，非常的舒服，有效率的将背包的重量呢分散你的两肩，好，同时呢背部呢它这边有装那个硬的铝板，也不能是硬的，算是板子，然后你的背包更挺。一样透气，然后这边特别做耐磨设计，哈，你在晃动的时候呢，会让你这边的保护背包不容易受损。同时呢，这边也有织带，你可以再联合你的那个织带的那个腰带，哈，插扣式的腰带，好，跟织带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让包包更不会晃。排水孔以及后面两个排水孔，加上这两个模拟织带。那通常有睡袋或者是睡垫的时候，会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背负的时候呢？你可以用他们专门出的织带的捆绑，会用闪绳绑在下面。那两边呢，你也可以用 Money 的增容带，好，做你的那个容量的增加，啊，或者是装一些小的副包，前面的副包、旁边的副包等等。好，那它这个包包呢，也有做水袋的设计。哒啦，这个就刚刚讲的哈，非常的厚。非常非常的厚，然后里面呢有装塑胶板，加它硬挺，然后这呢就是包包的挂钩，水管呢从这里伸出去，你可以选择左边，还可以选择右边，这包包呢也算是经典款，中规中矩，它的功能性副包不会很多，但是它就非常的一个大包啊，一个中间，再加上前袋啊，就这样子。可是呢，它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让我们呢可以多样化的一个运用。那不像有的包可能功能性太强了，然后副包特别多，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。好，那这个包包就非常简单，那越简单的东西实际上是越实用的，非常的漂亮。水袋24公升，
你不管是两天一夜或单日旅游，这个包包都会让你最抢眼。当然了，有时候晚上出去，建议你呢在车包包上面呢可以装一些反光的标志，然后呢装载一些小副包，让你的那个包包的功能性更强。当然了，生存游戏业者这个包包也算是很顶级的，因为它的尼龙单呢都是非常好的布料。很多用过的人都说赞，大小也可以变化，看你的个人需求。然后缝线呢也做得很强悍、坚韧，都有做收边，不像一般的山寨版，哦，可能它的那个缝线呢用几次就会脱线，不会。哎，扣具呢，刚刚也给开会看过，哦，是自动复归的一个扣具。那有的是用防水的扣那个拉链，哦，那它这是用自动复归的拉链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5.11 Rush 12/24公升的战术背包，好东西。